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沙沙这套是不是好看？很适合哎、欸。你今天穿了三套，我都觉得好性感，性感终于跟你沾上边了。那我们互换风格的时间啦。这一次邀请到的女来宾跟我有的拼哦，不是说身材，是说网络争议的部分。你对她的评价是怎样？我觉得她就很像我们团内里面的一个女生 Iris， 因为我觉得她们都是讲话直接型的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，才会常常造成一些有争议的部分出现，但那也不是她们的本意啦。所以其实她们都是单纯的，就只是讲话太直接。让我们欢迎讲话最直接的 Alice 莎，欢迎 Alice 莎。这样。因为莎莎比较保守，所以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不是她的风格，但是穿在她身上可能会变性感的衣服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我完全是一个无法用性感来形容的人。你说你跟性感沾不上边？有一点，很希望可以变 sexy。我觉得其实稍微紧身一点就可以 sexy 了。因为我其实身材虽然四肢瘦，可是肚子肥的那种，肚子比较肉。对，你没有吗？肚大有肚子。好好哦，好羡慕哦。跟我太爱喝酒了，我也很爱喝酒哎、欸。你都喝什么酒？不会这样，因为雷拉平常有在做一些运动吗？我也有啊，哦，你说多爱？对啊，那我没有。那你要多做一点，就可以变成那样子了。对，我要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互换风格第一套。我先看你准备什么第一套、啊。好，哎、欸，我昨天买很多衣服哎、欸，我要把全新的都。包包哦、这个是我逛街不行。哇，他还准备配件，很用心哎、欸。我还要准备袜子，因为我怕你不敢穿我的。穿搭是连袜子都有算进去的。对对，哎、欸，我忘记带衣服了。在这里，耶、yeah! ！这一件我穿起来我觉得很可爱，因为很像台湾黑熊。那我也准备一个这个。台湾无尾熊。它是紧身的上身 ，Oh my god！ 然后紧身的中长裙就可以显示你的胸腰。我没有腰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件会有腰的，真的吗？真的，那赶快可以换下一件吗？可以，好，那我们你有下一套对不对？有，但下一套如果你这套不穿，下一套就要穿透视装。我觉得透视装会比这个好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我是怕那个形状出来了。这就是他们每一次都很无聊要玩的一招，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滚啊！甜甜加油！来，让我们欢迎雷拉。出来了、啊，然后这样子，你跟男生吃饭的时候，然后他们的视线就是很爱幻想。你看他就是一直在，你不肥，我要肥。其实你如果不自己去把它挤出来是还好。那你觉得我穿你这一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一套就是那种你去见男友家长的时候就可以穿这套。我可以理解台湾黑熊的部分，很像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我很喜欢台湾黑熊，所以我就买这一件。你知道我们会有一个评审环节吗？就通常我们拍这个时候，楼上都会很多人。那我们等下上，对对对，要问他们大家，哎、欸，我们穿这样子怎么样？好，往上 go， 来各位，我是迷之笑的，觉得很可爱啊，穿越很爱吧？你很烦啊、欸！就 OK 啦，莎莎只是害羞，其实她可以驾驭，这比较适合在家穿。我会喜欢这样，因为培根可能觉得这样很情趣啊。我刚刚其实我脑中是有一丝遐想过的，好恶心。我想说这个遐想是正面的遐想。请两位选一下。我喜欢雷拉，我觉得莎现在是因为她不自在，而且我发现她其实上身身材很好。培根选一位，我选莎莎。刚刚被人身材催眠到，你怎么穿那么多啊？但这感觉就是你平常会穿的、啊，所以没有惊艳到。那莎莎呢？我会想要选莎莎。啊，这套其实莎莎很有哎、欸。莎莎，好，第二套。哇，好。莎莎很害羞。哇，我第一次遇到来宾这么害羞的哎、欸。是。去，走开啊！
很不错，很赞哎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我也觉得这套很自在，就是活蹦乱跳，我都不会害怕。你侧面看起来是有点，我觉得这套我也还蛮喜欢，就是性感但又有安全感。不会像刚那套，真的觉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现在话都变多了，你刚刚完全不敢讲话。然后这一件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小心机，就是它尾的地方切的还蛮性感的，就有点绝对领域的地方。进评审环节。哇塞！我们直接穿恋女来。我很喜欢穿她这套，她穿你这套其实意外的好看。对，我可以这样坐在这里。对，请坐啊。啊，你会很贵吗？什么？不是，就坐台飞问一下。我觉得不错哎，要用成语形容吗？来啊，来，美轮美奂，叫倾国倾城。那他嘞？那个门庭若市，太好哎，生意很好，很适合公车、搭公车的时候穿的。好，这两个人我喜欢莎莎，我也选莎莎。其实我刚刚第一眼看到，我会觉得你的脸跟衣服是有点搭不太起来。衣服很性感，脸很可爱。对，他的脸比较稚嫩，可是我要选，我还是选莎莎，因为他这件我觉得又遐想了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又有新的遐想，糟糕！因为感谢梁阿爸也开创一新的风格，的确风格不一样，穿起来就是不同感觉。他现在也很不像他的样子啊，你看他脸很欧美，他现在感觉是被硬套在里面，他被困住了。现在脸是 Photoshop。小胖，未成年少男。那谁穿起来真的好看？应该这一套比较好看，这个感觉穿他身上比较不太适合，因为没有把身材显露出来。有啊，怎么会没有来？哪有人挺胸挺成这样子的啦？下一套。艾莎说：“我穿这样很像学生妹在偷剪彩。”对不起。让我们欢迎街头版艾莉莎莎。我觉得你好像穿反，真的吗？有穿反吗？哇！如果这边拍了，拍吗？哎、欸，真的穿反了。你看，而且这背心真的很猛，暴乳背心。OK， 这背心我要买的话，那拉拉拉这边来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上楼。我不请工商，蟑螂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你是在看我的奶对不对？对啊，为什么这件那么透？那莎莎里面平常穿什么？小背心啊。我没有想到会带这种衣服，所以我今天穿的是正常的内衣。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莎莎这套是不是好看？很适合哎、欸。你今天穿了三套，我都觉得好性感，性感终于跟你沾上边了。蕾拉这套也不错啊，我看你穿裙子怎么觉得怪怪？我发现我觉得裙子很好看的，而且它后面还有一个小开。在哪里？哇，真的很小的开叉、欸。我这样看下来，雷拉衣服是会比莎莎再小一点，所以穿在身上有点紧。你真的很不会说。不是，我们的身材是雷拉比我瘦。这衣服在上其实有点微紧，我的衣服都是很紧。这样讲完，他很想讲。莎莎没事啦，就承认最近吃比较好。没关系，吃多了。这一关我选雷拉，我喜欢莎莎的整套衣服。我看到雷拉不一样的样子，有点若隐若现了。我也是选雷拉。大家都不喜欢报纸哦，因为现在没人看报纸。那你会想踢爆吗？不好笑，好可怜。我喜欢这个，终于有人喜欢报纸。没有，我觉得那个风格很酷。那么我也是喜欢这个啊。哦，你这个有点透哦。我觉得莎莎之后可以尝试这种风格，就可以不一定都要韩系。那你已经有女朋友了，跟谁在一起？你看管我穿怎样？两个人互换风格也都不违和，但是我要论经验的感觉，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买衣服，我会买有报纸的图样的，因为比较有特色。好，你选它。对，我选莎莎。耶、yeah, ，报纸获胜。耶、yeah.。